现在测试一下纸币收缴跟硬币收缴。我们设定10块、20块作为那个找零的面额，纸币会对应进入到找零这个模块。然后投一下硬币了，硬币我们里面已经提前有做一个预存了，然后投硬币进去，这个硬币找零器会相对应的增加投进去的硬币的数量。好，我们现在测试一下找零，我们设定找零36.7块，对应找出来36.7块。